我喜欢你。哦。非常，真的非常喜欢你。嗯。卡！卡卡！卡卡卡！两位拿出一点真感情来好不好？我们演的是偶像剧，我们要的是浪漫，浪漫的感觉。不是你们两个刚刚那边好像木头一样嘛？她是小美，是一位理性爱思考的女生，暑假在剧组打工，担任小助理。不是一点真的感觉都没有，连眼睛都没有互看彼此，我真的不知道你们两个在干嘛，真的超奇怪，看不懂啊。是是，当然了，没有感觉，完全 no feel， OK。好，琪琪，你好，不然这样，我们等下再一遍，我们看着彼此，把浪漫的感觉把它做出来。啊，收视率就靠两位了 ，OK 吗 ？OK， 再来一遍。好，演员 stand by。琪琪，不要过来！你知道吗？在这段时间里，我一直努力让自己成为更好、更成熟的人。那都是因为我想成为那个可以照顾你的人。我以为你真的离开了。我一直都在终点等着你，看着你。在我回答你之前，你看这一条线，就是我们之间十年的距离。你看好了，我要跨过去了。傻瓜，在我心里从来都没有这条线啊。琪琪，我真的好爱你哦！我好爱你！我真的好爱好爱你哦！怎么会这么浪漫了？我的妈呀！她是小燕，八年级生，超爱看偶像剧，对爱情充满浪漫的幻想。你在干嘛？他是阿刚，是小燕刚认识的网友，帅气但有点滑头。没有啊，那你在干嘛？我在想你啊。什么嘛，你打来就是为了要说这个？想你就要马上说出来，不然会内伤。哎，你乖乖在家里，等我去找你。好啊，那待会见，拜拜。小燕在偷笑什么？在想男人齁？没有啦，不要乱说。骗人，快点跟我讲，是不是偷偷交男朋友了？嗯啊，说啦。好啦，最近才在网络上认识的网友，他是个很棒的男生，长得又高又帅，对我又体贴，他才大我3岁哦。网友哎，可不可靠啊？当然可靠啊，他超浪漫的，他还要我去他那里住哎，哈，这样不太好吧？你会不会太单纯了？他一定没有你想的那么好啦。不
会啊，他真的超好的，就像偶像剧演的一样。虽然跟他认识不久，但我跟他之间完全没有距离耶。哎，小燕偶像剧看太多了，找一天带他去拍片现场看看，铁定美梦破碎。哎，小美不懂，阿刚人这么好，就像昨天电视中的英豪一样，这就是我要的爱情。OK， 这个好了吗？哎，好了，好了，谢谢大家，今天收工。谢谢导演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哎，琪琪辛苦啦，谢谢。真的是越来越恶心哎，我都快说不出口了。啊，是哦，可是你刚演的超好的啊。我以为你们两个真的在谈恋爱呢。谈恋爱？对啊。就凭他？是哦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忘记你是新人了。嗯，没关系啦。可是我以为你们两个感情很好啊。谢谢啊。刚演的还不错嘛，挺浪漫的啊。不就演戏嘛，偶像剧越超过就越有人要看啊，就是那些小妹妹啊偶像迷爱看嘛，这些浪漫情节啊就是要能弥补他们生活中无法实现的美梦。谢谢大家辛苦了。哎，很棒，今天真的是超棒。导演，这内容真的是越来越离谱哎。会吗？就是离谱收视率才会高啊，我就是得拍观众爱看的嘛。我跟你讲，故事总是要有点脱离现实，不然那么多人来看偶像剧嘞，对不对？好，是，明天见了。不是导演，表现得很好。导演，明天见。还好吧，好啦。哎，你到我家住几天好不好？好吗？好吗？住几天不会怎么样啊？我爸要去加班三天。哎，好哎，那我等你哦。爱你嘛，我只是最近比较累啊。是哦，还是你的钱不够了吗？我之前不是把我所有存的钱都给你了吗？你不要想太多了，我这段时间只是在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更成熟啊，可以成为那个可以照顾你的人。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努力让自己成为更好更成熟的人，都是因为我想成为那个可以照顾你的人。嗯，这还差不多。
今天是认识阿刚一个月的纪念日，我现在要去准备准备，一定要给阿刚一个惊喜。什么时候啊？有空的时候啊。他明明很爱我的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完美的爱情？小美，哎呀，你怎么了？小美，不要哭了啦，怎么了？好，我们坐下来讲。先坐，先坐。不要一直哭啦，你还好吗？赶快跟我说嘛，怎么了？不会啊，大家住在一起，我怕我爸识破了。他居然，他真的很过分哎，那个烂人。他明明说他会不顾一切艰难和我在一起，他会让我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人。你浪漫爱情梦该醒啦！你还记得之前有一部很红的偶像剧，男主角叫做英豪的那一部吗？我知道那部戏，我看了好多遍，流了好多眼泪，真是超浪漫的。你就是被那种气氛给骗了啦！我跟你说，那些都是编剧们乱编的啦。你想想看，真正的爱情怎么可能因为喝醉酒就糊里糊涂的结婚？更何况啊，五六年的感情也不是说没有就没有啊。可是我还是不敢相信，我的爱情明明很美，为什么不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？你不要再想那些情节了啦，我跟你说，导演一喊咔，他们就像陌生人一样啊，一句话都不讲。哎，是哦，可是跟你说，他们告诉我，偶像剧都是用公式来提高收视率的。啊，公式？爱情也有公式哦？不是爱情有公式，是偶像剧有公式。真的假的？偶像剧公式爆火力哉！第一，男的帅，女的美；第二，灰姑娘遇上白马王子的复制剧情；第三，相恋过程阻碍重重，而结局总是完美；第四，不食人间烟火，只为爱情而活；第五，浪漫唯美是必要的元素。浪漫的爱让我陶醉，让我不计一切代价，哦哟，那份动人的心跳。追求虚假惊喜的浪漫，注定是悲剧。在浪漫中很难保持清醒，聪明的你要懂浪漫的真理。要看到背后真正的幸福。